气瓶开了没？开了。残压剩多少？手电筒有没有带？有。好，走了，走。十八岁以前，我的生命里只有两个人，阿爸和哥哥。我们共同的人生目标就是去寻找300多年前埋藏于海底的海盗宝藏。他们都说袁世奇是海盗，海盗是坏蛋。海盗，海盗，真正的意义是与大海的相处之道。但是我跟北纬的名字后面要加什么数字？要去找到大海在你的心肝来。阿爸做了这样训练我们，真正的宝藏跟价值。我们要去死了。你为什么每次都输7秒啦？奇怪嘞！一直以来，我跟东京总是能够知道彼此的位置。欸，你在下面发什么呆啊？我在体会大海声音好吗？你今日是不是去跳船放水？自从东京去年去吃了水，去改了后，你就没赢过伊啊！不是我阿兄啊！救人！救人！是你哥！你哥现在都已经是主播师。你整天只知道去被弃于大海，你的宝藏跟我的宝藏不一样了。东京北纬，原来给这受力呢。万一有一天我消失在这个交汇点，这个交汇点就是你们的起点。